Valinda here 呀，那不是 Valinda 吗？ Valinda 在呢。啊，这树真好看。这树不长叶子，你知道吧？叶子都小小的，一点点，碎碎的、碎碎的那种叶子。娜娜不在吗？刚从大姐家出来，我到这溜达一圈，溜达一圈。对，那个铁环不能取下来，取下来要挨打的，啊！哎呀，瓦莲娜家这头牛是挺好啊，这牛大，啊 ，Good morning， 这牛长得肥，这头牛值个钱儿，值个一千，啊，这牛是真胖啊，这牛是真胖。羊羔子，啊啊，代表啥？那个铁环子代表就是，结婚了啊，结婚证，只有他的儿子就是结了婚之后，他才把那取下来，要是不结婚取不下来的，知道吧？这里一群男的拿着柳条子追着这些女的抽，那个因为铁环子干架了。养着牛，哎，牛这公牛，你看看，胖的怂一样的，啊，这家挺富有的，这家有钱，羊多，他家你看看这一大圈羊，啊，一大圈羊，too much goat， 看到没，一大圈，啊，比达拉家羊多，达姐是隐形的富豪，啊。这牛还瘦，这牛也不瘦，你看看，胖得很，啊，胖得很，有肉。你那么强哥，嗯。哎呀，哎呀妈，瓦莲达要抹红头发了，你看看，每个月啊，他们就拿这个红泥。你要不要抹这个？又这次 ，no。看到没？就这个，这都是拿钱买的，这红泥，啊，红不红？完了呢，将来一会儿他把这磨完，开始是这种的啊，开始是这种的，比较粗，看到没有？他拿石头自己把这个磨细啊，看到没？正在这磨呢，涂红泥一个月涂一次还是两次啊？老铁们，一定要那啥，一定要注意啊！没见过的可以多瞅两眼啊，平常你们都看不到，给你们看一下他们怎么拿牛油，怎么制作，怎么往上弄。阿姐现在都有50头羊了啊，达拉现在最起码有50头羊了，他有40头羊在他哥那儿呢，你们都没见过，有钱儿，达姐也有羊，羊现在有50头了。涂抹在头上咋个睡觉呀？你们想不想看？给你看一下他们的枕头，啊，你拍个作品，拍过没人看，就是现场看一下，给大家讲一下那个牛油啊。Me no. It's only girl. You understand woman? 他们一天没一点农活干，是的。瓦莲达家应该没有农活啊，还有什么作用？一个是好看啊，一个是好看，一个再一个就是防虫呀、蚊虫叮咬呀等等，这一个是好看，防蚊虫叮咬，防紫外线。50头羊值多少？一只羊值个100多，50只羊值个5-6千块钱，6000块钱，6000。小强抹一次试试。刚才那姑娘就说让我抹一下，我不敢抹，我不能抹。
他们穿的这个不是短裤，是裙子，知道吗？把那个裙子遮回去了，压到屁股下面了。哪是短裤，裙子啊，都是裙子。看到没，抓出来，这些红土都是买的，老贵了，这鸡巴玩意老贵了。嗯，老贵了这。看看小女孩，我一次也不敢抹。她叫Lovely， 她叫 Lovely， 嗯，这女孩叫 Lovely， 这个叫雅雅，这个名字好记，耶，雅雅。啊，十八岁啊！你呢 ？How old are you？ 嗯，18，十八岁，一个十八，两个都十八岁，成年了，兄弟，已经成年了。好看，还是没有瓦莲达好看。瓦莲达是头发穿的比较埋汰，给瓦莲衣服，那瓦莲达也好看。是不是？我感觉比他们好看。都认识你吗？不认识，我第一天第一次见他们啊，我第一次见他们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今天咋都跟到我屁股后面，可能也是想要份工作吧，知道我没见过。哎呀，一点不错，呀呀，欢迎董事长，没给董事长点关注的给董事长点点关注啊，真的是刚来，董事长是闻着味儿就来了啊。我这刚来俩美女跟我屁股后面，董事长立马就来了啊！你是闻着味儿了，盯得死死的一天啊！不抹红泥过好了，不抹红泥不行。嗯，看你口渴，我不渴，我好得很。两个小姑娘漂亮，对，两个小姑娘漂亮，她们应该也是来找工作的啊。瓦莲的老公在酒店上班呢，啊，酒店上班，这两天不在，都好长时间了，快有一个礼拜了，啊，快有一个礼拜了。她老公去那个哪了？首都了，亚的斯亚贝巴了。哦，在四大爷那儿。哦。快吃。巴拉巴拉。哥看哥有糖没有了，哥给你拿俩糖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找不着了。晚上给他掏个糖，没有了。没有了。没有了。This you know 巴拉巴拉。This no。糖果，这是那个，咔叽咔叽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打蜡那个，打蜡胶的，咔叽咔叽，什么什么？Bubble. Bubble. Yeah. Hey. Hey. 小强一见美女就吃糖，不是我给人家娃吃呢，想掏一个没有，我一见美女就吃糖。哎，你素质低得很。